Mal.去哪里啊？啊，我在你旁边。不，我旁边那个不是阿布丁丁吗？有三个啊。有三个。哦。旁边怎么是阿布丁丁？我旁边是阿布丁丁呢。对啊。好，那阿布丁丁就微微在一起吗？对，带上一起，我剪完线才上去。三个车队。就我也在出差，就我去中间。我身上一直跟豆豆形影不离，他没有着我，盯着我擦宝石，盯着我去几关台收那个信号。嗯，形影不离都是狼，可是你们刚刚一大堆人形容你在一起。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哦，我只认样样是好，我其他人不认。然后阿布丁丁的话，这两个尸体一定跟他没关。最后看到沙可他在浮空台右边，浮空台右边，大概二三十秒前。嗯，马黄在哪里啊？马黄也在我们旁边吗？有，马黄也跟在我们下面，在我们车。嗯。没有啊，现在很简单，现在很简单。那两组？你说两组，你说阿翁江江跟刘弟，可是如果以我们这个车子的视野来说的话，阿翁江江是他不可能的。等一下，哎，样样，你这里一定要投 skip， 不管怎么样，你这里都要投 skip。我们重新来聊一次，就是以刚才左下角照你们的说法有五个人吗？我眼中只有三个人，加上我自己。然后女优是拍了右边的尸体，然后我们看到有力跟路最后是从厨房往上，对吧？武器室。对，他们是往武器室往上，然后可是这边出了两具尸体，你们要认他们是双狼吗？他们尸体没有在一起不是吗？以女优拍下去说没有在一起。还是你觉得他们是绕一整圈看到人就砍？这样子，这样也太奇怪了吧？他们疯了吗？我觉得不太合理。对啊，不太合理啊！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跟视野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对啊，我开始。如果有一根木是两个整场连在一起的，我们整场连在一起，我们出三个在一起，我们是连体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要号票，应该会有女优为主轴号票，而不是外资为人号票。因为这边如果是外资为人号票，他超级有可能是先去刀了，然后来抱团。因为我是认不下我旁边三个，我只认下一个，所以刚刚是外资为人号票，我投不下这两个人。所以要以女优的视野来讲，就是他感觉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比较合理。因为他拍到尸体嘛，啊，你们也不确定尸体拍的位置，他到讲真的讲假的，那你们应该要听完女优的发言。可是刚刚女优也还没发言嘛。啊、我今天从厨房出车跟布丁一起、啊、慢慢的车队慢慢前进，然后中间遇到马黄伟，然后加进我们车队啊，一同前进，进到那个电房档案室，然后再回来。我刚才要讲大厅那边，然后嘞，你说对了。
脱队之后就拦走了，遇到沙子之后，然后普通台往右，然后过仓，然后往下地方开到十几。在 Yuria 的时候，他们在厨房母亲那边遇到那个陆二人组，那这样子有可能是你到的，是吗？你们会觉得其实跟沙子送了送到一个两刀，固定这边怀疑我。因为如果是一张两刀，你们刚刚那样盘，那我们里面还藏两个啊。如果是小姑这样刀的，那好人直接死局嘛，爆伤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刚刚觉得那个地方不用急着投啊。我会爆杀的是位置就不太合理。如果我是狼的话，那个有利你的狼坑是谁？我的狼坑吗？你剩五秒，没有狼坑我投你哦。让我想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整场你剩两秒了。啊，我觉得那个，就是你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也没办法啦，还好你讲的是我。还好你讲的。这上面等他好了。这个好久、哦。无情的任务机器啊，王。喂，嗨。嗨，你是吗？嗯？你这样问怎么好像我是狼的呀？我在那个、啊。啦，没有。我在会议桌，我在会议桌。我刚刚看你看不见，我也紧张。哦，我在会议桌。啊，尸体在哪里？在那个武器室。武器室。武器室要往厨房吗？我进武器室，然后到大厅。啊，等一下。然后我要进武器室的时候，我在脂肪遇到女优往大厅走。从右边，我从右边走过来啊。不是从左边走右边吗？怎么样？都有啊，都有。然后路你最后在哪？我原本在进密室，然后最后我也往大厅走啊。我是进密室下来，然后再往大厅走。阿布丁丁跟紫色，我觉得不会是自私的恋人，我先跳。嗯？不会自私的恋人。好，太好了。阿布丁丁跟维维啊，他们，我刚刚紧急任务想说，看他们在楼梯下面。可是他们不一定保得住你，看他们要不要保你。啊，我知道，他保不住啊。可是，我保着他们。嗯。他们两个确实不是。那狼坑是蓝色跟鹿吗？嗯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两个，没有错。在你们两个同时都没有打样样制刀自拍的情况下，确实剩你们两个。你们可以开始50秒的 PK 时间了 ，battle 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可是有经过武器室的哦。可是我没过去啊。干你娘，这傻小啊！你们的 PK 是手上有刀的那种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？嘿嘿，我很可怕，我可是有经过武器室的女人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。啊？看这到底是啥鬼啊？跟 PK 的吗？对啊，不是吗？你是要砍死他还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讲了呀，你们不是说 PK 吗？我们是 PK 的呀。没有听过，那我要投你了。好啊，布丁，你要投我是吗？你要投我的是吗？你赶快出去好不好？真的被投了。在聊什么东西啦？真的被投了耶，好奇怪哦。我在投你啊，因为当有利刃狼出的话，基本你就是第二。为什么会投我啊？你知道有利没错哎，对，有利根本没有投。对，有利你讲这回事。我讲什么？有利你刚刚应该采英九会比较，哎，不，采这是采马华。他还在听到
吧。对，然后穿我，然后捅我，之后我。哦，你是小丑哦。靠腰，你刚刚是以为我是清洁工吗？